他那里有调味料吗？我可以吃了。我们有准备辣的酱吗？没有啊，但就是辣鲜王。但是我觉得正宗一点。哦，这感觉也很辣哦。我也觉得好像需要加蛋，没有蛋感觉少了一个什么。对，要把那个火气压掉。很辣吗？很辣吗？啊！我加蛋，太辣了。很好吃。很好吃吗？但蛋是加分的。那你做错了。真的要蘸多一点才好吃。真的。好辣。我也好辣，好辣。这两个还吸金那爆。姐，你这好吃哎！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说那个好吃，我怎么会相信？好辣！好辣！你那好辣，试了一个调味料。你吃一口看。我没有调辣椒啊。没有，这个是他们这里的。谁？主厨的。果然是中华料理。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蛮香的。好吃，但是这个加这个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吧？要不要试试看？那我再煎，那蛮辣的。那我来，是啊，后劲很强。你觉得哪一个？我最喜欢这个 mix 的。可是呢，季凌黑来那个很多小孩子会，小孩子不可以。那小孩子喜欢这个吗？那以为我再煎一个，你帮我试一个 mix 跟你买的这个的 sauce 加。要加蛋吗？快好了，快好。你要 mix 什么？这个它的这个跟这个 mix 在这里，然后跟这个是单独的，是这个。你没有试一个这个吗？这里，我刚给你试了，你吃一口看看。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，你完全没有回头。因为蛮好吃的。OK。是吗？是这么讲，什么酱？辣鲜王。辣椒，你刚刚那个辣椒，所以就辣的可以是这个加辣的，然后一个这个，目前先暂定这样，我现在弄一个给你吃，那你再帮我点一下火，好吧？差一点点，烫，这里，文饼，来。hot 乌马，哎们怎么讲？乌马，乌麦。我刚找不到，所以我才说。对，我忘了。那你就是就是类似什么金兰酱油膏啊，或是万家香酱油膏这种最简单的酱油膏，我只是想要多备两瓶，就是以防。就要备一点好。I don't think so. No, 普通的，它只是普通的吗？哎，那个草莓要用的，草莓用的，好可爱哟。喜欢甜，就给它甜下去。开心就好。很甜。酱油膏什么？导演，你们试试看 ，Oreo 够不够？地瓜味还有，我有那个。好不好？会再炸，请等一下。好，那就够。OK。好。你觉得不用揉哈？拜拜。这个会甜到糖尿病。你还要揉吗？那那我不用嘛，我只是先试这个。没有啊，我们等一下还是得要试啊。这一颗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不知道，给。可是这个是 maple syrup 不一样，你要试试看 maple syrup。哦，这很脆。哎，这个比较空哎，这比较空。还要两天这样啊啊！
我知道为什么啊，拿出来要有电风扇吹啦，记得了啊，你要有电风扇。今天变圆呢，青瓜，旁边青瓜，阿公芝麻哦，颜色。去日本就可以用茶，因为静冈的茶很有名。对对对。你看，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电风扇一直在吹它。对，就是它油要把它一起锅之后，因为最后起锅是超大火嘛。嗯。哎，你，他才打扰你一秒就好。你觉得不够吗？多一点点还是少一点点？你要的是什么？基本的就是你要有辣还是不要辣？没有辣的，因为是给大家的。辣有它的，辣酱有它的那个它自己的味道。不是辣，它自己的本身的味道是还蛮不错的，所以你要看你要不要辣还是不辣。那还是我们辣酱加一点点。啊，如果有小朋友要吃，就不要加辣。对对对，这样好不好？对。那你刚刚这个比例是多少？我刚刚就是差不多。记不起来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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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的一半，这是一半嘛？这个一半的哈哈，然后这个两汤匙的辣。这是成功的弄好。你给我去吃。我怎么？你再给我吃一个。我怎么？那我们就定了。我觉得明天可能要准备这个，是不是要请他们先去买？不然人家店都关了。辣鲜碗，一直偷用别人的东西，所以到最后那个我记到这样，他走掉了。葱抓饼都加蛋，然后 sauce 就是一点点辣的那个是最原本的啊。如果有人特别说不辣的，就给他不辣的这样，好不好？再讲一次。先摆。别晒眼黑啦！不行！怎样？你们要吵架？怎样？别那一天到晚吵架！有，没有吵架，我没有吵架啊！嗯，哪有像你那么爱？累到已经失去理智。Are you kidding me？